房间跑路吗？好，想要看吗？想要看吗？我要那个一个鸡腿便当。那有那个叫便当的那个孔吗？有啊，也有条。啊？哦，这边也可以叫便当啊。那人家可以走进来哈、哦。对啊。走。而且这边已经看不出去了。哇，那里有草坪，还有山海关。来，去讲一下绕口令来。山海关的。去山海关，观光观乐。什么观光？观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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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次来。乌龟去山海关看青蛙。哎、欸。什么？有洞吗？有啊。好啊，进去。爸爸，你去那里，你去那里。好，我去传声口呀。对，你看。好好好，走。哎、欸，哪里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这比猫咪可以爬出来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去叫便当的？这边没有叫便当的。啊？有，没有叫便当的，只是没有过去而已。对啊。哇，这个会刺人。嗯、哇，这个看基隆鱼第一排。士兵好棒。一定要站住。要去叫便当了呀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不在了。你们怎么没有去叫便当？在这边上不去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是从这里洞出来的。Hello， 叫便当呀！我刚才从一个那个嘞，便当不是这个洞吧？这里没有便当洞，要从下面才有便当洞。哦，给你吗？我在从底下，然后再从那里下去，然后再下去，然后有的很窄的巷子可以进来。好，我去抓你们。很好玩哦，这山洞很好玩哦。他进来了吗？快点啊，江叔往后面了。等一下，来，猫咪快点上来，这边先转过来就有了。爸爸在这里。好玩吗，小虎？好，好累哦。嗯，看到阳光了。嗯，好。到草原追蝴蝶。不要跌倒啊、哦！刹车有带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看，黄色、蓝色蝴蝶，一黑小斑点的。
要滚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去滚。我们的操场都可以滚的，避开石头滚，好吧？来来，开始滚，多尔滚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心了，人家躺下来哦。好，他躺下来了，躺下来，躺下来看，已经有游客了。不会有事的，快躺下来。我要跟你一起换，你要躲我换位置。那你跟谁啊？来，下来，你们下来，不下来。好了，走，走 ，Go。小朋友 go， 哇，小朋友，我不是肯德基呀、啊！这不是肯德基，他在快递上滚来滚去，我不是，这不是肯德基呀、啊！接受到打击，你看，好漂亮哦！你看这只蝴蝶，它的那个尾巴有个蓝点，会不会有毒？那，哎，这是什么花？哎，先说要踩一踩的，来，这个蓝蝴蝶又来了。哎，它身体是彩色的呢，你看。哦，它身体是彩色的。身体是彩色的。小猫，这个地方好玩吗？嗯。这地方好玩吗？嗯，有一只是按脚的。是，这是按脚的吗？对。健康步道、啊。脱鞋子，走。啊！快点，小欧，走。嗯，还好而已。这以前我们走过一次啊。是你们两个之前。你在一个战车来。大炮啦。推战车。你战车怎么上那些楼梯？还有，你看这里有根，怎么推战车？战车把它先打歪了。这边没有那个山谷。Hello， 什么？那应该就是俏皮。有小朋友回看不出来哎，他右的拐弯往下走了，他没有尽头，感觉是下去的路呢。他原本想说到这里了，结果又一个拐弯往下走。对啊，这边是有路的。这边可能可以下去吧。好了，回头了。它波之石好像在右边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个猴子石哦，哎，应该差不多哈、哦。你会看到蜘蛛丝，你会看到蜘蛛丝，你会看到蜘蛛丝。我要走这边，你看，这有一根蜘蛛丝，有没有看到？哪里？那个。哦，有。
那是谁的蜘蛛啊？上下弦之舞类。类，那个蜘蛛丝。类。哦，它是下午啊。这边有一条可以通到八斗国中哎。那不是蜥龙吗？不是蚂蚁。啊，八斗国中应该是这一条吧？嗯。这一条很难哎。对。哇，下切你看。这金虎跟我讲说这条也很难。来，赶快跑进去里面。我现在去开车了。第一个来了。你们真的要走回去吗？